有人怕自己太成熟，有人怕自己太天真，在成熟的年华保持天真，就是最美的人生。被人喜欢是运气，让喜欢的人满意要靠实力，运气就是让人看到你另一面的实力。大家都说瞬间易逝，永恒难求，其实全情投入的每一个瞬间就是永恒。10月25日小米发布会，到时候见。